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啊？什么救命？什么恩人？有字据吗？凡事要讲证据的。你呀，有点眼力劲儿，要知情识趣。你小丫头片子知道什么知情，什么识趣啊？不害臊。要你管，反正你都要走了。你知道我要走？当然知道。 你家又不在洛阳，不是还要明媒礼聘五姓之女吗？不在都中，哪有那么多高门大户的姑娘让你糟蹋呀？懒得听你啰嗦。我啰嗦？我话都还没说完呢。喂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去送送你。本来还想着你走之前好好跟你相处，看来没有必要了。哎呀，这玉泥坊的酒法竟言泥浆。 庆云斋的国府和炒货，杜家绸缎庄子的灵锦缎子，文记古董铺子的文玩，既然没人要，一会儿全都扔了吧。哎，不，韩大人您误会了，得空了来洛阳玩，我请您吃饭。哎，跟我好好相处，很没有必要。有。 当然有了，您可是我的挚友亲朋呢。早就听说啊，这个特别好用。嘿。